他们来呀，这是他的徒弟，然后结果真的来了啊！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陈老师啊，说实话，对我这一年的帮助特别大，特别大。今年很多人都靠视频，撑下来了。我的做虽说播放量不高，但是能实际带来收益，这是我最高兴。第一款就是我跟他拍，安装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拍的。安装的视频，所有的。而且我觉得你拍的视频特别清晰。后期我就拍我跟我娃两个嘛，然后我的粉就慢慢掉，每天掉，每天掉。我最高的涨粉的一个视频是我到武汉去拍那个窗帘叫别人拆洗的一个，一天涨了有差不多1000粉，然后说白了是干货，别人看这个视频难学到怎么做菜。蓝白美食哥是不是？对对对，他做长的时间一直坚持下来。我15000的粉丝的时候，他还没有10000粉丝。然后我现在20000粉的时候，他现在已经3万。蓝白美食哥而且是加入的最晚的一个。先吃饭，先吃饭，吃饭等一下慢慢聊。汪平做了一桌子菜嘞，给大家吃一下。这一年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说今天过来打扰一下，确实非常。没有，我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啊，分歧比较小，光头条的收益，我是从38号第一条视频到现在，有这个断更，有13000的收益。哇，有13000块了！啊，13000的收益。我做视频的初衷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说来听教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知道我是一个做产品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越关注那个收益的时候，你就反而低估了你自己带来的一些其他东西，对，是吧？对。有缘千里来相会，在武汉我会去跟你见面的啊。那个坚持到现在的也就2-3人吧。很简单，这2-3人绝对就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的人才。他才坚持嘛。对，怎么注册？你说在电脑端是吧？我现在也没有。然后有哪些风险？你刚才基本上说了，就是有可能。我这个我之前没想到。资金大概多少？这个资金的话，首先就是你的押金嘛，押金一般1000到2000，主要看你这个行业的他要多少押金。哎呀，阿文今天来。还帮我装上了这个洗漱柜，哎呀，这来的早不是来的巧，是啊，这就是缘分啊，对呀、啊，什么工具都有，刚好车上什么工具都有，装窗帘嘛，对吧？一个人安装还要拍视频，回来再剪辑。对，哎，说实话，做什么都是坚持，是吧？哪个不累，哪个不辛苦？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说呢，干什么都不容易，谁挣钱都不容易，对对对，只有辛苦一点坚持，是吧？行，那好，后面保持联系啊。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好，辛苦你们了。没事没事。